的好日子。今天是个好日子啊，可是他已经把今天给忘了。我只有在追逐小美的时候才能引起他的注意。为什么追小美啊？你自己想想吧，一天用手机拍拍拍，早把我们给忘了。你别这样说他，他不是忙吗？大周一的，他怎么能想起来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对呀，只有你想起来今天什么日子了。今天什么日子啊？原来你也不知道。为什么生气啊？我给你梳梳毛吧。别给我梳毛，我不想梳毛。别把这件事情披露到网上去。没事，我一手拍一手梳就行。别把掉毛的事跟别人说。我肯定不跟别人说，我只是给我的粉丝展示一下你有多掉毛。猫哪有不掉毛的？你看，你这是疯狂掉毛吗？正是掉毛的季节呀。言归正传啊，你老说掉毛掉毛的干嘛呀？影响我的心情。你是不少掉，这都留着给你做鞋做帽子。给我做鞋做帽子，那不更热吗？你再拍我，我就打你了。今天是8月8日，国际爱猫日。我还是记得这个日子的，一会儿开个罐罐，每餐一顿吧。